这是我们这几天唯一一个抢购，他妈的！我操！我们刚刚那个是教科书般的抢车，叫案例好吧？我操！他打了个装甲车，刀在手，跟我走，抢车！抢图图杀狼狗！红头车在前面！抢这个车，谁死了都不救，好吧？谁死了都不救。有什么部落人？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王子车到手，我们走了，兄弟！操，打老子呀，弟弟！就问你流不流氓，朋友？兄弟，就这一个决赛圈抢这一手车，这一队人崩了呀，兄弟！一辆吉普车怼进去，下车上车一气呵成，直接走了。饮料有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妈，四打三，你他妈进毒里了，技术担当！小马上车什么？演员。哎，演技没来一轮。我没上车啊！小老虎，你他妈又演我！终极演员网络演我，网络演我。应该就是路由器和那个。上次我不是也是这样。路由器和猫全部关掉，关五分钟再开。就所有的网络。把烟拿出来，下车往前封，封烟，下车。biu。好的，我压过去，我压过去。啊，对，扫我，对，看老子撞不撞死你就完了，对，扔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滚！他妈撞！上飞！哦，那个车后面那个人残血大残。别打他！别他妈打他！妈小跳！还是林北啊！我打的，我都不舍得撞他。我操！我听慢了，兄弟，我听慢了。听你听慢了，你他妈就想拿人头，臭狗！打他妈，老子一个人头都没有，拿个人头怎么了吗？我他妈讲了两次，别打他！你告诉我听慢了，别人他妈跟刚才打药，你他妈就想拿个人头。刀你个锤！人头狗。